好啊，你第一名啦、啊。最近是吃较好些。22年前，义理慈济医院之前呐、啊，它的名称叫做弘德。他往生啦、啊，他的医院呢，交给慈济吧。义理也是一个小镇呐、啊，人口呢也不少。那个地方需要这个医院继续的经营下去。喂，超级阿妈来了，请就请就请就。啊，你健保卡，你的血糖高哎，妈，你看这个有没有？血糖空腹194，有没有？花莲的这个大环境里面，我服务了12年多，常常接到义理转院过来的病人，哈，弘德医院，我就一看，哦，急性的病人很多，晚上12点过后，还有好多老人家大大小小包个计程车，发高烧也跑过来，肾结石痛也跑过来，包个计程车那个时代，哦，包个计程车要花700到1000块左右。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，就是说生命哈，今天嘛，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不分啊，你的生命都很有价值啊。所以我有机会2009年的时候，我就直接来到义理慈济医院来服务了。我们是关山慈济医院巡回医疗服务团队，为了维护乡亲的健康，请到我们看诊的地点，由专业的医师为您的健康把关。我来看你啊。好啊。好哦。想你啊。我在医院看到的我都可以给他们，可是我都不管你到底接收都如何，你在按家有没有那些设备都不知道。我说你睡觉的时候让他就是神经放那个肌肉放松来这样，对，然后好往下。可是我到按家，我必须要放下我护理师的身段，我要跟他们就变成一个家人。你什么需要，好，我可以帮你做转介，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。每一回呢，我对关山经过，在马路边呐、啊，有一家医院，它已经挂牌了，名称叫做博爱医院，关山博爱医院。奇怪，怎么会一直牌照挂上去了，怎么都迟迟没有开业呀、啊？假如不是慈济到关山的话，我想那个任何医院在关山要持续永续到现在都有困难。慈济啦。经过了镇长的推荐，那我们就把它接下来，这就是因缘。一个人在家？我要跟谁？你知道我要跟谁？找一个，还要找一个吗？不用了，找一个就回来了，找一个陪你的啦。小孩子没有回来？没有，都在工作。看到这么多的救人的人，我们能不佩服他吗？这都是缘呐、啊，结有情哈，大爱长情，感恩菩萨，用爱付出。